这位区块链分析师啊，也是 CryptoQuant 的 CEO 啊，这两天这个 Twitter 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他认为比特币在6个月内呢会出现流动性的危机，什么意思啊？比特币现在一共是2000万枚左右，美国政府呢现在有150万枚，比特币 ETF 和全世界挖矿的这些呢，现在累计持有是160万枚左右，加起来310万枚。现在问题是这样，不久前比特币现货 ETF 不是被美国证监会给批准了吗？立刻成为了全世界有史以来啊最成功的 ETF。现在九只基金总共有快300亿美元的规模了。当前每周这些 ETF 的净流入啊是3万个比特币左右。如果照着这个流入速度啊，全世界超过25%的比特币会被持有在比特币 ETF 矿主还有美国政府的手上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市场需求还是旺盛的话，那比特币的供应呢就明显不足了啊，这就是所谓的比特币供应端的流动性危机啊，也就是说，总体是买不到比特币了。很明显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，比特币价格会冲高到什么情况，大家可想而知啊。大家觉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吗？